音效这么，我听着这鳄鱼到底在说些什么东西？没有誓约一定好，全军出击。哦，誓约一定好，来吧。今天礼拜几？今天礼拜三。好吗？这飞机今天差一个，妈，要不然，咱把差的严实点，内设施。我抠你，抠空气了。那这兵你肯定是补不了，小伙子。抠一下，他带个女神之泪出门啊！这狗头人，狗头人带女神之泪，先让他打。他现在已经没有药了，让他打，用我们的血来换他的血。哎，让他打没关系，虽然我的血非常的少。啊！但是他依然是打不死我们的。A Q 打不了住，想闪现那都没用。闪现 A Q 升级，马上别急啊！等他手里这个 Q 没了的 ，E 上来点燃 A 打不了住 ，E 死。你是真能抢，干嘛呀？这回你又不来了，晕住 ，A E 红度 Q A 再 E 一个平 A 回血，不行了，他一个炸给我炸死了的。你到底上不上？杀不杀？你说要该杀不杀，不该杀瞎杀。一 Q 一死回血。当然艾克可能也是好心，怕我可能快死了。这把啊，我们就不玩那个右装鳄鱼了，我们这把啊，秒人鳄鱼，来秒人鳄鱼，来个星石，咱也不出那可血战斧了。等一会儿啊，好，一 Q 收车，一过来平 A， 平 A，A 接 W， 我还是太仁慈了，下回还是给他抢了吧，先回上路。双 E 一个 Q， 平 A， W， 他再敢上来，直接双 E 给他晕住，晕住就死。我们不需要 Q 回血，不给他。我们直接把他单杀了，啥老抢我人头？我们已经无敌了。现在开始，这个狗头人啊，他不要想补一个兵。
先吃一层塔皮，好，塔皮自己掉，直接开大，平 A W 接点炎 A Q A E A 一下一走，即使他给我减速了也没有用。这个位置插个眼，这个位置插个眼，一共两个眼。嗯，没关系，让他炸啊！假装走，其实不走。来，往里插眼。没事儿。从狗头人他的动作来讲，我们就能分析出来。对面那个禁符到底到没到，一上来直接 W 扔住耗子 AQ 回血一走，晚豪来了，晚豪，我现在没有皮孩，我希望能有个跳弹来救救我。哎，别好你个耗子，哎，那个老耗子，你给我等着啊，耗子。你等我译好了的啊，老耗子，老耗子还敢克我，还敢敢克我，个老耗子，克你一下，你碰我一下，你真敢碰啊，兄弟。你是真敢碰啊，我这都没想到你真敢碰我呀，知不知道鳄鱼的屁股摸不得，应该拆不掉，扣一下 A 再 A W， 想把我秒掉那都不可能，斜着闪，我们没有皮孩，还是闪现会比较好啊。我还能打个河蟹，我不仅打个蟹，我们还去打个红，走啊，咱去打个红 buff 去。这个红 buff 打的吧略微有点危险啊，但是也还好，因为毕竟我们有穿墙的技能，来双穿，直接回家吧。我又走了，没完了是吧，是不是没完了，拜拜，你等着啊，你俩等着，我今天这红我必须得打，红路晕一走 Q 一下，我们回去打红的，薅着啊，薅着个中路的，那咋就不怕了，把这红给他打了，阻止我打红，我们野区大战三分钟，谁也别走，
回上路收兵，正好兵到了。我们一切的一切永远都是这么的正好啊！呀，这个 E 没 E 到，晕住，点燃 ，A Q， 汤死，哎，汤姆斯。你还不走啊，这狗头人，让我 Q 死，我先吃个石头人啊，别着急。小耗子啊，小耗子，来来来，来这儿等他，来这儿等他，看他来不来。假装出去，其实不然，勾引一波，好，把他闪现给他打出来。兄弟，这就没办法了，这对面的人实在是有点多了。那能怕能是我的？那能是我？没事，换了一个啊。哎呀，这晚猴怎么有大招呢？这晚猴。来个星石吧，这晚豪的大招确实是挺烦人。我本来寻思我 E 上去，然后一个 W 先晕，然后我等一等血少了我们再 Q， 但是晚豪的大招有点让我难受。这晚豪把狗头人的红拿了，刚才谁杀的我？是狗头人吧？嗯，因为狗头人身上有红。还回头是吧？我看你这红是不想要了。先试试看啊，能不能把他秒了。平 A W A 接 Q A 接 E E 回来，平 A 可以，还是能秒掉的。关键他在七级你知道吧，我们都十一级了。给我塔皮都打没了，一上来开大招 A W A E A Q A 点炎挡死，看看你大还是我大，就你会变大是吧？这来干什么来了？这是小小滑板孩，我先晕你 A Q， 先不打他啊，打他防御场打我们，往上走，来平 A， 来平 A， 一上来红度 Q A 一走 A W 晕住平 A， 再 A 一下。呀，这狗头人没死，哎呀，回了一下血，分离者了。先来个九头蛇，我们再出一个死亡咒，嗯，875吧，875配长剑，人有点多了。出个可血，无限回血。
可血这把不太好用，不一定能追得上人。这把就星石，我觉得就挺好的。对面又投降了，不能，你就放心吧，这十五个肯定是有了。有个兄弟刚才在质疑我为什么要出水银鞋，看见狗头人家打吧，你有没有？这个减速啊，很烦。护甲我能搞到，但是印性我没办法搞到。那狗头人现在一个 W 只能定我一秒钟，可能还是 1.5 秒，因为我这有被动的印性。你们可以自己看一看，看底下看什么？没了，就一秒。个老耗子，往回血，好耗子，耗子，你别让我逮到你，耗子。卖一个吧，卖一个出个死亡之舞。最近这个怎么老塞牙呢？别人我不管啊，耗子今天必须得死，这耗子。我都拔牙了还塞牙，那我把我一嘴牙都拔了，哎，拔这个那个不塞吗？先把下路塞了，几个人？这不能上啊，这晚猴这么不怕死吗？就顶在前面把这先打了啊，薅着是吧，薅着是吧，致命点炎，薅着薅着，我让你薅着。干什么？这个主播吃人吗？不吃人啊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们不吃人。